好，二代音的小音号，我们搭配了多功能的音响串联及通讯的系统，它不仅可以担任竞选活动的指挥车，也可以作为候选人的战车，更是上山下海的一个行动舞台，号称民进党内浮选的变形金刚，也是打造台湾五都幸福的一个变形金刚。行动的舞台呢，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就完成定位，让我们用最少的人力来达到浮选的最高效率。那接着我们请到充满创意、象征台湾年轻活力的这个舵神呐、这个是以这些年轻朋友都是在工作之余所组成的乐团，他们先来演唱一首这个《仲夏夜春梦》，来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舵神，再来第一首歌《仲夏夜春梦》。兴奋，一起回到梦想中的海滩。